Young Chef Competition， 它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是30岁以下，必须有在一个餐厅工作，你才可以报名。很强，大家都很强，真的都是顶尖好手。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想办法在5个小时之内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然后完成这样子多而复杂的料理，知道怎么做的完。 像我加入派单也是我28岁，除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10个讯息有8个讯息都说你要准备开店了吗？我到底要以家庭为主，还是要先以开店为主？洗脸家。我第一次食材，好超紧张。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不会再来。 这几道菜会需要的食材，然后就叫回来了，就想先点一下，确定一下，然后是把每个食材都确定好之后，才要准备开始这样。63项左右，只是要做就是4小个东西，然后10人份有这么多食材这样。因为它是从高汤的制备啊、酱汁的制备，从零开始做的一个。 比赛，然后时间限制虽然是5小时啊，但是有些东西真的也是会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像是熬高汤类的东西，可能大概就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不知道做不做得完。入选了这件事情是代表我在香社的这2年半的时间做的这些事情得到了一点小小的认可，从众选手中。 脱颖而出了，所以被选入了进入亚洲赛的区域赛。每个人真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想办法在5个小时之内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然后完成这样子多而复杂的料理啊。那道料理叫做在藏区森林的一个回忆。我太太是藏族人，然后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藏区办了一个婚礼。 然后在婚礼后进入森林里面去做烧烤，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它是一个用羊肩比较油脂比较多的部位，分别做出不同的料理呈现，组合成为一个藏式风情的料理。那所以有其中有4个小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一个藏包，然后是用羊的这些的碎肉，然后加一点马铃薯去做了一个松露风味的羊肉包子。 那包子也是藏式的特色，他们在欢迎远道而来的重要客人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手做一些包子。羊肉汤是用在森林里面采集得到的羊肚菌来跟白萝卜去组成的一个羊肉汤。主餐肉的部分是一个比较羊肩排的部分，然后把它搭配了香料樱桃红酒泥，然后跟一个青藏主要的淀粉青稞做了一个马铃薯面疙瘩在旁边。 跟交换奶油酱汁，然后最后是一个烤肉，然后是用油脂比较多的羊肩去搭配酸甜的肉神花苹果丁跟一点做浆炒在上面，来呈现一个烧烤的意象，然后来做出了整道料理这样。今天花了5个半小时左右，没过时间嘛，所以肯定也是不及格，对啊，就是不及格了。 台湾大概是2014年以后有很多的 fine dining 餐厅，所以到现在也哇，可能将近9年或10年，那就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都是已经知道的。他在这个蛮后来才踏入这一块领域的时候，还能让大家觉得惊喜，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从他的前菜到主菜之前，可以看得出来细节很多啊，配料很多啊 的这种安排，我会觉得是蛮古典的fine dining的设计。譬如说它的开胃小点，就会有非常多的配料。我觉得是底子很好，古典的基础很好。我比较喜欢自然的水果蔬菜这样子的果酸的那种风味，这样的元素融入到菜肴里面，烟熏、炭烤跟香料奶油，就是这样几个风味。
就是这些都是我料理的慢慢做出的一些特色、啊、依照季节或者依照当下我去感兴趣或者想要分享给客人的东西，想要分享的回忆，想要分享的故事，想要分享的食材，透过料理的方式去呈现给客人。很好吃，谢谢。那你那个九层塔要加进去啊？不用再加。这阵子我离开Logy之后，我仔细在想说，难道真的从名店出来的一定要做是很 fine， 或者是我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那种？十个讯息有八个讯息都在说你要准备开店了吗？大家会有对我这个期待，可是不会有人说你想不想？我压力很大。还是不想要让人家失望，在不要让人家失望的时候，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蛤蜊一定有全熟，百分之百。其实那时候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跟我说过，就是厨师的生活就是工时就是很长。那时候我当然也试着适应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没有跟厨师在一起过。这面的软硬度你可以吗？很软啊。很软，是你喜欢的吗？对。你最怕了，对不对？跟我一样怕了。这样子，那、啊、你不要踹我可以吗？他做什么决定，他都会先以我跟小孩为优先考量，这样子。很爱家，很顾家。看你把鼻子当。我到底要以就是家庭为主，还是要先以开店为主？如果我真的是开店为主的话，我每天工作可能就是12小时以上，对吧？那如果现在我不去开店的话，或者是我没有开始去计划说我未来十年的话，那他以后会很辛苦。洗脸颊，洗鼻子，洗眼睛。我在Logy经历过结婚、生小孩。当我知道我快要有一个 baby 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太太在待产的这段期间，我在上班的时候常常会被打断说她今天要去干嘛，会不会有危险。我的家庭没有那么的完整，我小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在国外工作，我妈妈身体不好，她生病，也就是一个罕见疾病，我都在照顾她。那所以我对家庭的观念非常执着。后来我想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拖累到餐厅。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田园局说我要离开。不过我感觉到田园主厨就觉得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你有太太，你有小孩，你应该是更努力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放弃掉这么好的机会？他没有讲，可是我感觉得出来。所以直到现在我不会主动去跟田园主厨联络。那我希望我今天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之后，我可以跟全部人讲，这都是田园主厨给我的。我会跟他讲说，谢谢你曾经栽培我。我想要去台北以外的地方试试看，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所学的给发挥出来，来到现在这间牛排馆，这也是个挑战。洋葱味太大了啦，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没来吃这样？对，一个人过来。我第一次试菜，
第一次在，而且器具也不熟，然后超紧张。不是这样子吗 ？Hello， 哎，我不是说沙拉放在上面吗？然后就这样整碗上来，不是吗？啊，连跟你都有沟通障碍，那我还可以相信什么？现在这道呢是汤品，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传统跟比较有点现代的做法。传统我们就是用洋葱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豆浆跟日本的柴鱼高汤去做一个汤底，然后里面还有包着干贝慕斯做的一个饺子。接着这道我是用黑米去做一个炖饭，然后其实黑米在台湾来说算是梗米的一种，也就是还没有去掉米壳，拿来做炖饭的话，口感是不会输给意大利米。第一张菜单太不像牛排馆，比较像套餐式的餐厅。后来我自己观察下来，牛排馆其实大家都是 share 比较多。有些味道的主轴确实我们都甚至可能都没有吃过，然后记忆点都蛮强的。那到主菜突然就是没有其他风味，就是肉本身的风味而已。对啊，所以看有没有可能是也赋予主菜一个特别的味道。您这种提到，因为当这边的设定就是 step bar， 所以我们在菜的部分就想这个传统的。我刚刚是有提到第一道了，第一道那个摆盘，对，要不改。毕竟都是在做外带比较多一点，然后不能把那边的东西套用在这里，会有点吃不香。哎，邱一哥，哎，好的，谢谢啦。那现在弄到哪里？现在还在清点食材。所以 mentor 可以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在会场，会帮你撑？不行啊，你只能站在旁边插手，拜托，快一点，那米要焦掉了之类的吧。Stop。其实我觉得那丈夫一定要想办法自入，又要想什么办法？想尽办法穿吗？你在介绍的时候披上去，你会披很快吗？还是不可以？我至少要那个至少要十分钟。他入围了，其实算蛮有代表性的，因为他的主办方就是世界五十大餐厅的那个同一个主办方。当然我们就是都属于比较新一辈，我们应该也是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想要被人家看见，想要可能多被肯定。他应该是以这个出发点去这么认真在做这个事情。加入相册之后，各种的负评也都还是会存在啊，当时就看得比较重啊，就觉得说哦，有一个负评差评来，就会觉得很难过啊，然后就觉得明明这么努力了，然后还是得不到认可，还是会被这样骂，就觉得很受挫，所以就慢慢的不自信起来。好啊，那个你来一下，有事情要跟你说，就是那个小仓的东西要请你看一下。开灯。哇！虽然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去比赛，但我们准备了一点小心意，让你知道我们都在。好，所以我希望你享受你比赛，不要太紧张，好好享受。压力山大。Chef， fighting！ 加油！好不好？不要紧张。加油！西餐毕竟是国外的东西嘛，既然想要学西餐，那不如就到国外去看一下世界顶级的西餐是怎么样去做出来的。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一个签证相对好拿的地方——澳洲，然后就选择当时澳洲最好的餐厅 Attica 去想办法进入那个地方。这样
黑卡其实是一间真的很厉害的餐厅，它是以澳洲的文化、故事、特色、食材融入到菜肴里面，让来吃饭的外国人可以透过吃饭认识澳洲。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做的每一个小东西到底是哪一道菜的什么什么，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东西，然后所以你就会做的有点茫然，因为你每天可能就是负责一个小东西、小配件，然后可能这个东西就要花你三个小时在制作这个小东西上面。然后直到有一个三个月的时候，刚好一些同事要离职啊，他们就说要不要一起去餐厅吃个饭这样子。那吃饭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每天你做的这些小东西是为了让整体用餐的体验那么的完整，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吃饭是那么的感动，觉得说哇，原来这就是世界第32名餐厅的能力。后来到了芝加哥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Alinea， 然后它是一个以分子料理为名的餐厅，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主厨很酷，然后他做的料理很酷，他在想办法呈现用餐的惊喜体验，就像看一场剧啊，看一场秀一样，他让你在坐在这个地方，用呈现了，用一些惊喜，让你就是有一个意想难忘成的料理体验。在不同的文化的地方工作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料理可以不受限，然后你可以有什么想法就勇于尝试。等一下，我跟他出去的话，比如说四个前菜嘛，我跟他出去之后，下一个是什么？汤嘛，你们就要热了。是。今天就是我来高雄之后，然后调整的第一份新菜单，开始都会向客人询问一些意见之类的。都先不要拉，就先这样。一方面，我自己在这边可以了解高雄的客人在想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一方面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说我想要的餐厅，我想要的料理。然后去关心一下他讲什么，几乎每道菜都跟晚上讲很多。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刚听到你的肉就是有点，就是比较有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子，那我可以了解一下吗？因为你们那个肉烂烂的，那本身平心来讲，这个价位不应该是那种肉。OK， 说实在的，我觉得你要我讲实在，对，我不会再来。I like the pumpkin soup. A pumpkin soup, pretty good. Oh, really? Yep. Of course, the steak is my favorite though. Oh, okay. Yeah.蛮惊讶的，怎么说？对，我们今天出差了，对，哦、出差然后大家肚子很饿，然后就想说找一间牛排馆来吃。嗯，这还不要吃到你们那么好吃，可能要3000。就算你今天厨房经验很长，你还是会有那个时段的挫败感。我觉得挫败感一定都会有。今天就算成功试出一道菜，你也不要开心太久，开心个5分钟就好了，因为5分钟过后，你就开始再想下一道。啊，这就是厨师的世界。最后半小时了，有紧张吗？哦，对啊，乱了，超变了三波。不要翻锅，快点，要跑了。以前都是自己嘛，自己独自去闯，只要有勇气，然后。就算失败了，或者就是到国外去受挫了，都是自己的事而已。到最后变，现在是不仅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了就是我也是一个台湾人，在做着自己喜欢的料理。这可以是台湾料理，也可以说是我的料理。我希望就是说我在高雄可以展店，我希望把这餐厅做得好，是可以让田园主厨值得骄傲。这间是第5间店面，这间就是几乎100%就是非常适合做餐厅的店，因为在第一个在商圈嘛，然后第二个我的左右邻居没有住户，这对餐饮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我还是有记住你教我的东西，
然后我努力在这个对我来说陌生的城市，试着看可不可以把它传承给这边的人，或者是分享给这边的人。Good afternoon, chefs. I'm Steve from Taiwan. Here you have today is the grace of the Tibetan forest. Use different parts of lamb shoulder to create whole dish. My wife is Tibetan. We have our wedding at her hometown in 2017. This dish reflects my memory in Tibetan forest. And also we'd like to deliver a message that young chefs should appreciate every ingredient you get.By using it properly and wisely. 我的餐厅的名字是海里，海就是日文的士，然后里呢就是我妈妈跟我太太，他们两个中文名字跟英文名字是重叠到的发音。我决定落脚在高雄，然后跟我妈妈，然后跟我太太说，我很努力的过得很好。你好。你好。没有，因为我当初来到高雄的时候，然后莉莉就说她要去吃锅烧意面，然后因为她说台北的早餐店没有锅烧意面，后来来到高雄之后，几乎有一个月都在吃锅烧意面。我加了沙茶就完全吃。你要不要喝口汤？就是沙茶。最后我就把它几个元素拉出来。高雄以前是以旗鱼为大宗，那我就把旗鱼用饺子的方式呈现，调味的部分用荷兰酱汁。然后再用东港的樱花虾，最后放上了澄清过的虾子的高汤，然后上面还放了一些炸过的水粉。我希望这道料理是我菜单里面的一个主轴，它永远提醒着我为什么我来高雄。高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小孩子出生之后，我在这边定居。那我也希望让我的小孩他可以吃这道菜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当初爸爸要做这个决定。想要对这个餐饮圈有一点影响力吧，透过料理，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看到台湾不同的地方。我因为想家了，所以回来台湾，所以想要更多台湾的元素融入到菜肴里面，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台湾。这样，你要想办法在这样子的空间环境下，然后有那么多竞争者的情况下，然后做出自己的感觉跟风格，挑战又更多了，对不对？S.Pellegrino, your Chef Academy Award winner.